郭涛15岁儿子近照曝光，石头外出骑行太帅气，日常喜欢健身。郭涛儿子石头外出骑行的照片在某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，许久不见的他似乎又壮了。照片中，15岁的石头穿着黑色骑行衣，戴着头盔。他晒黑不少，身形也相当宽厚。小石头也算是在粉丝眼皮子底下长大的，曾经的他小小一只，脸上还有婴儿肥。后来逐渐长开，五官也没了当初的青涩。直到现在，他越长越壮，宛如肌肉猛男。石头之所以长得这么壮硕，是因为他相当爱运动，平常不是在骑行就是在健身，他还会经常做一些力量型的训练。看着曾经的萌娃如今长成了肌肉美男，着实令人感慨。不管如何，祝福石头往后能一直开心快乐，期待他与爸爸多多露面互动。